哎呦我，你坐着车来了，这行啊！你哭了吗？我感动的。哈哈，兄弟们，亲爱的自助餐把我们拉入了黑名单，于是就让想想来转一转，去吃一个粉丝给我们推荐的鱼火锅自助啊！咱就去看看它怎么个事儿。找着。嗯，咱家现在只有这个黑鱼和姜糖了哈。是的，是的。哦，那就吃姜糖吧，姜糖没刺儿，是吧？凉粉、辣椒、包菜、豆干来点土豆，找着。哇！太棒了，对，这重庆学的吃法，来点汤，嚼一嚼，嚼一嚼，哎呦啊，来一块，兄弟们，第一口，我先吃啊，嗯，哇，这个好辣呀，一口下去直接就冒汗了，哎呦我就爱吃这种酱汤，肥一点的，嗯，嗯，根本不能停，只要一停，那个辣劲儿立马就上来，哎呦我去。我感动的，放上豆腐皮，知道吗？啊！我要吃鱼肉，大哥。你瞅你那胖，吃鱼肉。虽然谁胖先没点数是吧？吃鱼不长肉。嗯。我美避开所有的菜。哎，我，哎呦，这块肥，咣咣咣的。多吃点菜。这鱼排刚啃完又啃菜，正长身体呢嘛，对不对？那荤素搭配，胖哥全部剩的是煎牛肉，香不香，兄弟们？哎呀，哎呀呀呀，嗯，奇迹都流下来了，啊，解辣神器，嗯，啊，好甜啊！哎，这边甲鱼，你觉得老板长得很像一个人？道明寺，道明寺是谁？看一下，流星花园你没看过？我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哈。我们00后怎么能看到他们姐姐？鱼来了啊！哎，鱼来了！哎，直接下，直接下。哦，我觉得这个老板长得好帅。比我帅吗？人家说你长得像赵本山似的。哎呦我，刚刚一把刺。看这肉。哎呦我。基本上就剩骨头了，周老板加鱼。你咋不行？我怕挨打，我怕挨打。那、哎、好的，是，这一缸鱼可遭了殃了。嗯，姜糖这鱼咋长的这么肥？是自助餐长的。你这自扫骂槐的，你个周美餐又来了。好嘞，哎，这包先备着。嗯，哎呦喂。哎呦啊！这鱼钓鱼厨师都懵了。给胖哥又准备了一筐鱼。哎呦啊！鱼坐着车来了，这行啊！嗯。这汤都熟了，要不要让老板重新上一遍？老板问你有没有见过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？哎，哎呀，吃饱喝足，鱼不赖。走了，老板，拜拜。下次来提前打招呼啊！我准备好棒子了，我准备好棒子了。